想到有人正在受风寒，你是否常常问自己，有没有替别人着想，能为别人多加设想，心情会更坦然，将快乐与人同享。世上就是要互相体谅，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，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世界会更安详，让我们同来发扬人心。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，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世界会更安详，让我们同来发扬人心善良。